微波炉加热启动后，差不多20秒就是会停止，不会加热。它消毒后做测试。现在我用设定微波火力，我设定成4，哦，然后时间1分钟，然后启动。现在开始倒数了。现在已经经过了30秒，时间到了。水是热的。OK，有加热。